大家好，我是一本正经的暴君。男子上吊自杀失败之后照镜子发现只能看到自己后脑勺和后背，然而背后的真相却让人泪目。一部脑洞大开的悬疑片，被镜子抛弃的男人。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，强哥突然脑袋一抽，玩起了上吊。就在自家客厅的吊灯上，一醒寻死之下，没有提前考虑到物体的沉重问题，啪，整个人摔在地上。所以说上吊这东西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，尤其是身形膨胀之人。好在一身的脂肪也足够丰满，在肉身和地板撞击的一瞬间起到了缓冲和保护的作用。这一次强哥真的是要烧高香了。来到厕所，看着墙上的镜子，强哥貌似发现了自己帅气的另一面，忍不住偷笑洗了一下脸。这一洗，奇迹发生了，镜子上面出现的竟然是后背。等到离开的时候，强哥才反应过来，摸了一下后脑勺，看到的真的是后背。镜子没有问题，人也没有问题啊，怎么就前后对调了？不单是墙上的镜子，所有镜子照出来的都是一样，见鬼了。这时约定好的朋友来到，强哥第一时间打发走了他们，忍不住说了一句国骂，抓起东西一把砸向镜子，结果东西反弹过来将强哥打晕在浴缸。哈哈，醒来之后发现镜框里出现了个黑洞，看起来像是水一样的东西，一扯下来又什么都没有，头一伸进去看到的是一个水世界。强哥长这么老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怪事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再次拿出镜子一看，竟然照不出任何东西了。为什么呢？强哥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打算前去溜达一下，潜水装备什么的都很齐全，就当是一次海底探险吧。这里和深海没啥两样，一片死黑。只是意外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强哥又因为体重问题拉断了系在水龙头的绳子，差一点就溺死在里面。水远发现另外一个溺水的自己，不管怎么样先捞上来就行了再说。两人啥都没说，直接扑倒肉搏起来，像是两只笨重的企鹅在玩摔跤一样。整个过程又刚又猛，姿势多变，持续了长达一分钟的时间，体力消耗了太大，强哥不得不歇息一下，从马桶水箱拿出两罐啤酒，一人一瓶喝了起来。为什么会出现另外一个自己呢？出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男子给了强哥一个门把手，这个门把手是强哥之前故意卸下来的。房间里留存着他最美好的回忆，关于妻子的回忆。自从妻子去世之后，他妻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于是将所有回忆都尘封在了这里，是另一个自己重新唤起了他的意志，鼓励他勇敢面对一切，面对自己。终于强哥再次照看镜子的时候，看到的不再是后背，而是正常的样子，他又重新活了过来。完，看完后我只想说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自己去消化，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何不潇洒面对一切。